可爱就不行，要150哦。月，嗨，杰克，你怎么来了？给我垫脚石呗。啊，我垫脚石。你这个阿萨西，你让那是别人，你怎么让别人挖？你是不是间谍？你飞，我不是叫你继续挖那个吗？那个50分哎、欸。杰克，你认不清人了你？我以为那是米飞。哦，所以哦，米飞啊，阿萨西。没事没事，你继续挖，杰克误会你。所以那根本就不是米飞，对，你开始学校你完蛋了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有没有人在家里买个箱子？ 有人要破坏门了。哦，好，我要死掉了。我没钱，这个箱子多少钱？5块钱，我去买。好，音乐可以买，音乐可以买，我买，我买。这是谁？居然不动？米飞也是气到窒息了。熔那个熔岩吗？熔岩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门第一门。第一门，第一门哦，往上往上。OK OK， 杰瑞你买了吗？买了。哦，要讲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个你可以那边留着嘛，不嫌多不嫌多。好，我们深黑要死了。好。好。哇，奴隶还差三哦。你就不要了。穷。穷只有9块钱。丢。好，黄金超少。搭电梯呢，真棒！是啊，电梯哪里？有一只把我往下挖，因为我跟他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龙岩快也有了，你出事了。好，音乐音乐，爸爸，等我一下哦。我把他甩开了。不知道怎么搭那个、欸。你把他甩开，但你要记住哦，你在 A 区学校你的转型是很慢的。我一个礼拜不去的。应该不去可以哦、喔啊，翘课，翘课、啊，你这样不良习啊，不良学生哦、喔，开台示范哎，不好吧？开台说翘课，对啊，哎、欸啊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这实况怎么这样啊？对啊，不要刚玩游戏了，要抵制一下，抵制他啦，都吃单单哦、喔，吃单单哦、喔，吃单单不吃麦当劳啦，抵制他，抵制他，你愿意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台中没单单，所以要抵制他。飞你那个，真没事。穷哦，我真的都没挖过一颗金矿哎、欸。因为你脸很黑啊。对不起。非洲人。哎、欸，这哦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至少你还会不动啊。你可以去他们学校啊。就我们家挖金矿是不是？哇！你们学校有金矿？我要去。哪里的学校啊？我先去了好吗？我先去。难怪杰克不想上课啊，他只想去挖金矿、啊。好，米飞，你等你挖完那边之后，你就可以离开了，因为你那个箱子你挖不掉。没关系，你先挖完那一块，你先挖完那一区，挖完之后你就可以出来了。用木狗。等下再教你怎么破解它。哦，你怎么又一个这种人啊？哇，我的天啊！你那种人吗？你都果酱人吗？果酱人，酱人，酱。哎、欸，我跟他们的那个 W 成为了好朋友、欸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只是暂时，那是暂时。我又买了一个。我跟你讲，你600秒之后，谁都跟你不当朋友了。嗯，对，人就是这么现实。包含我们。对。哎、欸，米飞，你有钱吗？没朋友。这样子。我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没有利用价值。他们都平台朋友啦。我要去他们家挖矿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快了，时间会阻止你。嗯，600秒就会阻止他们会阻止。他自己在哪里？我刚看到你啊，怎么不见了？不要，你走开，你变态！我给你牛排了、啊。不要，等一下，我们牛排有箱子吗？有，还有牛排诱惑你。龙岩快跟那个都有箱子。阿进。已经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已经没用了，没利用价值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一个全身装备的也下去那个喽。我们家现在都是他们的人啊。哦、我不知道、啊欸，我刚红门，来把金毛过来那个龙岩块那边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一起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稿子死稿、欸。你的小鹿。哦，好，那你先换吧。我没得换啊。哇，光，你这里借我呆呆。呆呆、嗯，哪里？呆呆，呆呆，呆呆，呆呆。哎，浩健，你看，铁装的哇！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升级装备是对的。看不到。
我吸了好多垃圾，然后都被回收掉了。偷挖？啊！你居然会挖我！可恶！你可恶！你可恶！什么可恶？你什么时候会？可恶！可恶！他早就会了哦，他刚刚都想炸国王了，你说嘞？真的，都不行，都是意外啦。要讲啊，你是杰克哦。又我了，又我了。啊，你每次射出来都不讲啊！啊，人家在我面打我一直叫我，哎、欸，繁星，繁星。啊，没讲到。过山弹，过山弹。哇，这么吓人！哇，我们这路也太可怕了吧。嗯，你想干嘛？哦，他们学我没创意。不要，我不要牛排，走开。中间要重生哦。我的。没有，是我的。哎呦，打错！我在他们家迷路了。等一下。哇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就自己会回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等一下系统会送你回来。有爆炸声。我们的岩浆块被炸坏了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被炸了、欸，哎。怎么你没发现？被入侵了哦。啊。刚讲现在有两个人被入侵了。我没发现，小玉你被入侵了。什么东西？哈哈。啊，不然问你一颗是格兰吧。你不敢给国王吗？哎、欸，等他来了。你不给国王吗？等一下。龙岩快一个哦。国王在哪里？国王。他吃金苹果啊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这边三个人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你有没有附魔金苹果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小雨。国王应该给小雨吧？等一下。啊对啊，金苹果，他打附魔金苹果的。国王要死了！你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哪？在地底下。弟弟，我看到宝石了。杰瑞打他。杰瑞，走，走。我挡住，走。他克苹果揍我，超凶。他克苹果金苹果，我挡了。来，杰瑞拿了。我死了，死了。给鬼，给鬼。嗯。他直接克服我，因为我开走啊！哇，盾牌这么好，好想要盾牌！哎，小雨来，我看他射箭飙了三次冰血，在哪里？没有上环哈，瞬间变成了国王，还会回血的国王，这是超级我给他了，我给他了，我还有一颗小雨人呢，我干掉，我被 Q 出来，有地虫，到后面去了，底下有虫，熔岩块那里要再有那个箱子。对，不要看我，有人又往我们家挖了、啊，我搞在没上最高，这里有地道，我听到他们在挖了，救命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还要挖龙岩块啊？我打不到他哎、欸，有毛病哦、喔！为什么挖这龙岩块？耶、yeah, ！木剑凯因真实，哎、欸，不是我，是我，误会一场，他又不是米菲。西瓜头发，西瓜头发。你说连击小天后吗？对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。人突然从墙壁挖出来，超恐怖的。我很习惯。打死了，快干他，走啊！好凶啊！在帮人家敲，直接干他了。十元。干他！冷静，大家冷静。他在家死滴血，他手上有拿旗帜啊！啊啊！打他！他是国王啊！干他！干他！没错！你干对了，没有，他没拿旗帜啊！你看错人了啦！你是盾牌看成旗帜吗？他们国王写名是满血的，他拿着盾牌吧？你把盾牌跟旗帜看错了，对，应该看错了，是蓝色的吗？哎，不是蓝色对啊，还是你都没打到？放箱，让我放箱，没放到。让我替繁星报仇。有，你放个箱子呗。有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有放。有，我看到你有放两个。哦，你们像蛀虫一样在啃那个西瓜头回来。小心哦，他那个有盾牌哦。洋葱盾，他很会举。没关系，我们有连击小天后。在勾引他，啊！要死了！是小天后要死了，小天后要死了。压力很大，小天后偷偷进去了。当然，他跑来打我。好难。哎，有一个哦，我来当蛀虫。耶！
空降物资，空降物资。哎，看到箱子了，钻剑。那、啊、不行了。哦。啊啊！不是啊。三 D。啊我啊我拿到点击都是了。差你的武器没升上去。对。直接消失。回收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要那个。等下可以直接上。啊！小玉，小玉，小玉。我的头啦！你的头啦！你把我挤下去啊！我要点消失。很棒！怎么是废墟？哇哦哦！小雨，小雨！等一下，哎，呜！啊、回来了，你的垫脚石，你又多了一点，小心啊！对，蛮有陷阱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！自己小心哦，有个白痴在你旁边哦、啊。可是你这样炸他之后会变很难，很难挖。哦，对，太多。那、啊、我的肉嘞，你有捡到吗？肉我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捡到了吗？我没有捡到，你没有肉了，烧掉了、欸，不然我回血了。哎呀，不要，怎么那么那个、啊？干，你干嘛回血？我没有肉，这里好危险，准备挖掉去。你有肉去买啊？有有，干掉他，干掉他！哎呀，这样就掉下去了，掉下去。哇、哦，金砖、哦！把这个盾牌给丢掉。小贝，小贝！哎，我在登东西。杰克是好人，杰克是好人。好好好好，还不回去这里玩？不跟你计较。跟你计较。不跟你计较，我挖了他至少两窟。啊，你还在挖我的田，这个人、啊，好意思啊！你好意思，你好意思说人呐、啊？好意思，人家团团都讲话了哦。啊，讲话，人家团团都说话了、哦。换什么换？完全不关我的事。换什么？武器。好、哦，来来，我带你。来来来，我带你。来来来来来，来电梯往上。啊，电梯往上，然后对准它、哦、按右键。这里有很多把，我随便捡一把用就好了。不行不行啦，没有升级没有办法。对，没有升级会被吃掉。对，要先升级。来来，点它，然后屁股翘下去。是谁啦？嗯，有人点到我那个上面喽、啊？哪里叠门吗？好像是地狱门吧？他想、欸、他去炸幽灵吗？他想炸幽灵哎、欸。欸没有，他想炸你们，他想炸你们而已。炸我们，那个幽灵其实现在很难。哦他有黑曜石，眼睛是黑曜石就变得了。怎么都没有钱啊？是被挖完了是不是？怎么炸？哇、哦，他在炸那个巨人。嗯。哦、下去啦！亮亮，我也要一起死一起死。我的垫脚石。啊！光光光光光。你都可以光，我知道你喉咙很痛。在地底下，地底下，地底下，地底下。我刚刚看到你，你有没有？我来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几层？大概几层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40。没事。有人想挖巨人啊？救救巨人啊！吃肉。啊！巨人要那个要箱子。然后还有龙岩块啊！救救龙岩块啊！龙岩块好，我去放箱子，好，因为你买两三个。我剩一个，我先过去。啊！北极熊，北极熊，又是你，北极熊，要干掉，干掉。巨人跟那个龙鳞块，一次都挖三个高好了。哇！我的稿子，哎、欸，又一个啊！他想挖，这边都可以。好卡哦，怎么这样？因为你还有吗？我先回去再去多多买几个。哇！巨人没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恶魔雕像被挖了。欸、对啊。他刚刚已经炸了很多、欸，靠近巨人就会卡、欸。哎、欸，对面的人来喽！这块我身上只有一堆石头，还好。哎、欸、他人呢？哎、欸，我突然闪现了，救救龙岩块啊！杀我啊！杀我啊！杀我啊！他跑走了。他跑了。耶、yeah ！哇，上去换装备。他跑过去哦。这也太混乱了吧！到底哪里是上去的路啊？怎么在里面卡、啊？对啊，尤其是那个巨往巨人那边走超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心！快跑！你跑！他爆了！哦哟，要求我，好恐怖！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长得像厕所一样？厕所一样？今天有很多石头吗？地上、可以啊，石头很像大便啊！它是从那个上面来的。嗯，来来来。